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阴森之子哦。老头呢，拍这个系列大概也拍了三四集了吧？那基本上洞窟探索、野外生存，以及就是三腿女攻略之类的啊，也都玩了差不多七八成内容有了吧？所以呢，老头今天这一集呢，打算呢想要快速的把我们主线进度推进哦。看有没有办法在今天这一集呢，就把我们主线啊全部破完。因为这款游戏呢，大概三天左右就要准备一个新的更新了、哦。到时候呢，看怎样更新内容，再开上来玩看看吧。那今天这一集主要呢是快速推进我们的进度啊，所以呢，老头应该啊就是会省去走路探索的部分，直接就进入洞窟哦。把一些该拿的东西拿一拿哦。好吧 ，OK 啦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那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就把它给它拿一拿吧。我们走啊，这个应该是网络上攻略讲第一个要先去的洞窟啊。这里面好像是要拿钩锁的样子吧？那里面应该会有很多怪物啊，不过没有关系啊。老头用那个 SL 大法刷了很多那个子弹啊。所以基本上应该是看到就直接开枪了，不用等了啊！看到直接开枪了，那我喝这个、啊，这个会加耐力啊。哦，这洞窟有黄金啊！我之前有看网络上的那个攻略啊，他们说这个黄金好像可以让他们来研究仙明蛙哥啊，有点忘了，反正就是这些人来这边，结果。启动了下面仪器吧，发生了异变这样子。哎，应该是这条路吧，走看看。这里的话，尸体，我也吓我一跳，直接一个肉块，我靠近我是不是就挂了？他直接被卡住哇，这边有定时炸弹可以给我们给我们用是不是？丢！哦，你看，直接把它炸烂，有没有？炸烂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前进了。超多肉块，恶心！啊，我记得这边好像是拿一个叫滑轨的东西吧？对啊，来拿看看。完了，又一大堆。会死！后面什么时候多一只出来啦？啊，按错，好多人，好多尸体。很多哦。根本就射很多枪才死掉吧？哦，超硬！这是我走过最深最深的洞窟了。干嘛没事把洞窟做这么深啊？是这个是不是？哦，终于拿到了。不同路吗？我出去了，我出去了，我出来了。哦，但出来的时候是晚上了，看来只能
简便的一个记录啊。我们的布也快没了，挺麻烦的，就是啊。哎呦，靠，要串姐。哎，干什么？该死的去死一死哈，不要那么吓人。喂喂喂喂喂喂喂，怎么那么多？怎么那么多？天哪、啊！怎么这里也有啊？靠腰也太多只了吧？请问一下，会死啊，各位啊！死前存个档，没烦恼。到底有没有炸刀？好像有欸。把他们引过来，把他们引过来。欸，炸到自己了，靠腰。我的护甲全没了，我是不是要重开一下？重开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直接睡到早上行不行？哎、欸，可以让我直接到早上、欸？哎、欸，我重开之后这些怪都不见了，那我刚刚前面那么辛苦干嘛？哎、欸，我重开之后这些直接消失呢、欸？看一下，钩枪还在，确实还在。那我一开始重开不就好了？那么累啊？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去下一个区域了、哦、啊，看一下下个区域在哪啊？我看它攻略呢，下一个区域好像要先去拿那个潜水装备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没有，要去拿小枪，往这里走好了。小枪我们已经有，但是小枪的旁边好像有一个东西我没有拿，所以呢，我还要再走回去一次啊，有点麻烦就是了。各位有没有听到小小的 BGM 的声音呢？没有错，我们那时候来拿枪就是少拿一样东西啊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尸体，然后呢，他这边有一个啊手枪鬼，这个手枪鬼感觉好像可以组合吧？我们用看一下合成，跟这个枪合成，哎呦哎呀，然后合了之后不知道可以干嘛？增加瞄准吗？还可以拆解，啊，多了一个瞄具啦，好，感觉好像比较赞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去下一个地方了、喔。OK， 基本上下一个本来要拿的应该是潜水服啦，但是呢我上一集已经优先拿到了、喔，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拿那个什么铁铲啊，要去拿那个铁铲啊，我们要来挖东西才有办法到地下室哦、喔。欸，应该是在右上角那一个洞窟吧。好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又再度回来我们当初遇到这三个人住的地方哦、喔。这三个人住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在这边拿到我们要的铲子。欸，但是呢你要拿到这铲子之前，你必须要拿到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绳索枪哦，哎，我们要有这个东西呢，啊，我们才有办法过去的样子吧？好像是啦，还是说不需要用这个东西啊？管他的，反正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过来看看手电筒啊。说好手电筒咧 ，OK， 哦，这个啦，哦，它就自动使用那个绳索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是直接下来这边，然后发现没有东西之后拿到氧气瓶嘛，然后呢上面有绳索可以让我们滑轨滑上去啦。哦，你看这边有没有？那时候完全没注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勾上去。哦，勾过来之后呢，好像有个地方要开始潜水了，是不是？我真的很不喜欢他把这个做这么暗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、喔，为什么不把萤幕调亮就好啦？调亮一下好了，不然我眼睛快瞎了。
哦，这样好像好多了，好吧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潜水下去，潜水下去，我要潜哪里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这里是不是？这边好像有个洞，太棒了。OK， 然后从这边上来。啊，这边应该会有很多怪物吧？感觉会有很多怪，马上就一只。喂，干嘛干嘛，兄弟？啊啊啊！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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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们碰到水会死掉哎、欸。他碰到水是不是会死啊？他碰到水好像会死哎！我根本不用开枪啊！来玩水哦，玩水啊，兄弟！玩水啊，兄弟！水很好玩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超棒的！水是不是很好玩呢？是不是很 happy？ 我还可以直接开挖，是不是？我想要挖他们的那个护甲，可是有点难对到，就是了。还是说基本上对不太到啊？水里挖护甲行不行？你看有那个图案跑出来啊，有那个刀的图案，但我不能挖，好难过、哦。把他们推上去，推上岸，我就可以挖了吧？全死光，什么鬼啊？免费护甲送你，你不捡？亮度调亮之后好太多了，真的是好太多了。但我真的是不用玩了、啊，看得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苗头啊，慢慢清，慢慢清。谁准你这么靠近的？头不好瞄。好笑，爬我头上是怎样？好，这两只打完应该没了吧？希望是如此啊。好，就是这个了吧？我们要的铲子。然后呢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看。哇塞，这好像是地下基地的感觉。地下基地啊，这应该是地下基地啊。我们终于拿到铲子了。铲子摆哪里？哦，终于有这个鬼东西了。有这个鬼东西，我们就可以去挖散弹枪出来了。太棒啦，终于有散弹枪了。然后呢，我记得这个地方回头啊，网络上攻略说有一个肉块墙，是不是？这都被我们翻过啦、啊，是这里吗？哦呦，真的呢，有肉墙出来了，给我们手榴弹是让我们要出去的意思啦，怕我们出不去啦。来，加巴拉 ，many good， 哦耶，出口，让我呼吸新鲜的空气，这里太潮湿了。啊，等一下又晚上了，然后又会有怪吗？为什么每次我们出来的时候都要晚上呢？
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跑的点就是前面的那个惊叹号、哦、拿铲子把它挖掉之后呢可以拿到消防斧哦。然后再拿完消防斧之后再往前那个绿色的点呢可以拿门禁卡哦。哎，我们就过去看一下吧。我刚刚搞错了，刚刚那个紫色惊叹号的那个点呢，它好像是我之前拿那个 GPS 定位器的地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又刷出来了，好奇怪哦。所以我现在又多了一个 GPS 定位啊。哎，我们要拿门禁卡跟消防斧是前面那个绿色的点才对啦。这里有一个地方需要开挖，对，就这个地方，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来吧，好像是我第一次来的样子啊。有一个打印机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这边开挖吧。我们已经有铲子了，挖。哦，这个挖的还真写实啊！我的天啊，到底要怎么挖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可以下去了，各位。超级密道，哟。好啦，赶快进去啦，不要看了啦。里面有消防斧，哎，不知道有没有怪啊？哎呦喂、欸，好可怕的感觉哦、喔！阿娘喂，惊死人哦、喔！我怕了。扫地机器人呢、啊？扫地机器人打掉没什么，一堆尸体，可怕。嗯，有 BGM， 嗨，还好这些都小只的，还好。不是大只的都好说啊，这好像是失踪富豪的家吧？是不是？好，拿到门禁卡了，有一张门禁卡，然后这边有那个 3D 列印打印机啊，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这样子。面具、科技布料，这样我们可以做护甲哎、欸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然后嘞，有了呢。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灌进去啊！我们现在有多少？我们现在有600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来做看看那个啊，什么高科技护甲这样子，科技甲有没有？有了呢，穿上去怎样？就一个黄色这样子哦、喔，怎么突然觉得扭扭了、啊？好啦，做个水平好了。哎、欸，瞄具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哦，早该如此了，这样子我就很好瞄准啦、啊。早该如此了吧你？啊，专辑封面什么鬼？面具，其实我不知道面具是干嘛，做看看好了。面具，红色面具用途是什么？装备，戴上去啊。啊，意义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面具出来这样子搞纲呢？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应该是那个富豪吧？感染致死啊！富豪死在厕所里面，什么？怕？有礼服哎、欸，消防斧的话。你看到？欸，这边好多打印的、喔，超多打印的、欸。消防斧在这边呢、啊，拿到了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拿消防斧可以干嘛，那个攻略上面是说拿消防斧跟门禁卡。OK， 我们现在人来到了之前啊第一次遇到地下室的地方哦、喔，那边不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门需要门禁卡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刚刚拿的那一张啊。啊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那一道门了。
啊，那这边呢，这个洞穴里头啊，是不会有任何怪物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啊，我记得一直往下走，走到底就有一个地下室嘛，哎、欸，地下区域啦，地下区域啦。对，就是这里啊，这边已经打开过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记得这边一只怪都没有啊。对，没有错，这里一只怪都没有。那个门禁卡打开之后就不好说了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箭矢又伸出来了啊！这个地方可以拿到十字弩，然后也可以拿到另外一张门禁卡、哦。哔哔，有了，进来了。